那个他们的那个冲击是沙滩就冰块，会上风也吹，会有点快，因为它的冲的很快，所以它的反弹打得中嘛。对啊，而且它的反弹是连板都成功哦。它第二个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在台来讲，我们都有女排，但是它是女排的冠军，它是更加好一样。太准，马上就一拍走。但我做点过，再多玩盘，我会先在自己做，对，非常可能会被抓。会设定好，然后再拍。他一拍就抓了，但是他就会知道说你要打，要反吗？看这个耍左派运，比较好讲的就是左派运，因为他的预期性会更高。他的手都放了，然后很快就打了，对，几乎攻不到的，而且很难去判断他打哪里，所以基本上我跟国统呢会打，我们的习惯就是，有时候我在发球，我可能在碰一点。哦，因为他会缠很多，对，所以他这个，因为他手很小张嘛，所以他那个球发不好，即便我发白线很贴后，他的手发还是可以很前面就，那你手的话，你就穿越，就侧穿越了，对，所以就会往后，对，因为他的动作是，等于你会踩出，要我后面那个要踩出去打他的一个，就是要退步，就是做的比较保守，不能跟他做的太近了，因为以前我会往前站，但是对方如果只是拐转球，会要求我去做进攻。他扫球很快，对，他正常，他正常跟两个都很少，那所以这一点快。那你看到，因为他今天打球，你看他那球打那个边线都很近，而且都会进，对，都会进。他反那个时候就是很会输，他很难抓，因为很难抓，要偷发或反击不到，所以就整高啊，对，就整硬拼。他硬拼的话，他就是已经就设定到说过白线，过白线怎么比较？而且他的，我觉得年轻有差啦。你现在爆发力真的是很快。你妈的，我年轻十岁也可以。十年前我们可以跟班科打，但十年前他们还是他们还是我们的小菜一碟，就把你打败。就是站他这边的时候，只能杀他的外线。那边的朋友，那我们这样摸着，他就一直在后场。因为我等于说，把我们走，对，就是远程塞后场，就让他杀，然后去做接，去做那个没有动作。对啊，就像一开始，就像我们以前打那个大板，我后来杀。我杀他抽我，他杀我会抽他。对啊，他就是设定他，就是像我们以前啊打中那个防守反攻嘛，反攻反攻，就是防守球都没有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会。但是即便他卸下来之后，你可以去外面可以做上手，没有，但是全部他就不要做，因为你不要跟他一起进攻，因为他你已经他会一直要进攻，他的身体都是所以弹性很高，而且球很。